棒球兄弟队啊，我们的于谦，于谦是我们子怡的孩子啊。那以前他其实很多，他小学的时候，他在读高国小，那时候他也是棒球队，但是他很爱音乐，他们家很多乐器，有电子琴、有钢琴、有鼓，好，因为他的爸爸也很爱弹啊，也喜欢弹电吉他，所以他们家有很多的乐器，所以可能因为是这样子的影响，所以他也很爱音乐。那个时候他就跟我学电子琴。然后后来他又到了中念国中，所以他到了台东之后呢，他并没有放弃音乐哦，他继续跟台东的老师学什么？学钢琴。那到了现在，他还在打球，他打球，但是他有空的时候，他还是希望自己弹钢琴。他说如果没有当棒球手，他想要当钢琴家哦，当演奏家，有没有棒？铅笔球哈，一颗球就500块。然后这个钱呢，我们会捐到一个民爱基金会做急难救助专用。有没有没有爱心？有。所以大家等一下也要共襄盛举，好不好？一起跟大家来做爱心，好吗？好。那铅笔球呢，还可以跟他合照哦。以后的那个铅笔球可能不止500块了，要5000块了。好，他的铅笔机啊，也是我们那个兄弟下哈。破纪录，有史以来破纪录最高捐献金是750万，对不对？我看媒体的报道了，有没有发？好，再来一次，热烈的掌声。
稍微抬起背影。就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欣赏。谢谢。